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板桥的传品牛排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好说是非常受欢迎的餐厅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假日排满的人潮很可怕啊，好排到这么长后面，满满的人潮。传品牛排，好菜单拍一下，还有外带菜单。后面没位置吗？哦，幸运，刚好找到有位置，哈哈。好，那这个是菜单仔细的拍摄啊。一个菲力，好，菲力要几分？菲力要七分。好。那我要一个纽约客好了。好，你要几分？五分。五分。嗯。总共三分好。嗯，对。鱿鱼菲力七分，纽约客要五分。对。嗯，对。就在吧台上，东西都是自取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先照饮料去好了，因为现在都是大概，只能照个大概啊。然后还有冰淇淋区。好，酱区、沙拉区，在热食区是人最多的。再就用餐时候再看有什么菜好了。还有那个烤面包是我刚刚没拍到，烤小餐包，还有玉米浓汤。好，第一轮就先这样试试看啊。那鱼没有拿到，那鱼都拿光了。啊，小菜感觉还蛮丰盛的啊，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还好像还 OK。嗯，哦，鸭血算蛮嫩的。好，麻辣的血 OK。好，炒猪肝不会太辣。也还不错，嗯。稍微老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是猪头饼。我是觉得还不错了。哦，小菜它还蛮有水准的，应该我觉得有90分。嗯，赞。还有这个炸豆腐。还 OK， 尝尝看炸豆腐，虽然是有点软。还可以的啊，比较软一点。这个还 OK， 嗯。好，谢谢。哇哦，赞。哦，好大块哦！哦，这真的很大块。啊啊啊啊啊 ！OK。好，当然先从这个半熟蛋开始吃起呀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，这个我们家妹妹点的鲜油，
菲力牛排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。还蛮香的哦。牛排吃起来还好，好有种那种夜市牛排的感觉。这个肉还蛮多筋的，老人家可能咬不动。那牛品质如果再好一点点就好了。这块肥滋滋肥滋滋，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好吃吗？还可以。嗯。后段这边稍微好一点。主要肉稍微软一点，然后甜度稍微比较没那么甜。牛排稍微没那么美味。那个牛肉怎么样？好吃？好吃，菲力的啊。菲力的比较好吃。嗯。菲力的我觉得有90分，不要点到最贵的，最贵那个反而没那么好吃。好像纽约客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美味啊，个人觉得。好，80分，然后在这个先有部分的肉。嗯。啊，鲜油算新鲜。好，那就试试看这个一开始就被拿光光很火的鱼。嗯，这好像是破鱼。嗯嗯嗯。哦，蛮新鲜的哦。上次我去海边，我记得好像吃一份好像是70块，两只吧。
我的鱼超好吃的。没有腥味哦。老板刚才出个鱼排饭怎么样？好吃哦。好，完全是被这个牛排馆耽误的中餐师傅啊，哦，超厉害的。哦，这个鱼我觉得有满分的评价，虽然油了点哦，但是是很新鲜的，超好吃耶。赞啊，有鱼一定要拿，这个鱼超赞。幸运还吃到鱼蛋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，酥酥脆脆。等下，它这个小菜比牛排好吃。香肠也赞。也不错，不肥。他这个中餐菜蛮强的，哈哈。哦，应该可以开个那个自助餐的感觉，好吃呢。哦，香肠也很棒，赞哦！如果再有一点蒜头呢，就更赞了。这个鱼很新鲜，很好吃。赞。光这些小菜我觉得就值回票价。好吃。哦，每一次菜上来都是不太一样的。你看这个炒多漂亮哦，热腾腾热腾腾的这个咸鱼炒蛋，咸鱼苦瓜炒蛋。哦，因为它没有菜牌，我只用猜的，一般会叫做苦瓜金沙。好，现在试试看。那炒真是蛮不错的。哦，啊，这个中餐底很强，这个很好吃。那我觉得很棒。老板如果旁边开个那个自助餐的话，应该生意也不错。真的很赞啊，好吃会回甘，然后不会很苦。哦，小菜很强，觉得好不好吃？还不错哦，他这个炒很厉害。以我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牛排比较普通一点，但是热炒相当厉害。我推荐点法就是点个普通的牛排，然后配热炒来吃，这样 CP 值比较高。好像刚那个鱼啊、苦瓜、啊、香肠都非常棒。然后西瓜好像品质不错，感觉蛮沙的啊。哦，水果也还 OK， 够沙沙的口感，但是不太甜。不错。
很少常常看哦。这个西瓜甜度对我来说可能是刚刚好，不会很甜。水果都还好，但是香瓜也没有很甜。好，可以。所以只有八十分。还是因为还没到季节。嗯，还好啊、哦，好收手啊。满分当时难得给出收手的感觉哦，收手，收手应该是75到80。好，常看这边的汤，这边玉米浓汤我都还没尝过。嗯、哦，好喝耶，嗯，汤不错。口味调的还不错了。妈妈，你有卡锁？嗯。喜欢喝汤的可以多喝一点，它这个玉米浓汤口味调的不错。90分吧。玉米浓汤好喝吗？还不错哦。好，再是这个浓缩咖啡，嗯，还可以啦。再喝看我特调的咖啡，好，特调咖啡，好不好喝？喝不出来，很淡，好不好喝嘛？还可以。奶茶加咖啡，好喝吧？有点像丝袜喽，鸳鸯奶茶。好，最后是冰激凌，完美结束这一餐。试试看嘛，一口，我让你吃一口。好，就算还 OK 的冰淇淋，整体就觉得热炒最赞，热炒部分最好吃，然后牛排普通一点，然后其他有强有弱。差不多啦，我觉得这个价位不能要求那么高，我觉得很好，就很不错吃。满分。嗯，这个跟我们上次去吃的那个牛排类似的。嗯，对对。好，好，那主餐推吃斐力，那主菜需再看最后一遍。那这边这个热炒类是都会一直换，炸物或热炒。好，沙拉区，水果、酱料，好，冰淇淋、饮料。汤区还有面包区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那总共是1140元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